起啦，等起啦，好啊啦！你变得人无心啦，你嘛无心鬼。你跟我叫这种拍糖骨虾，有啥物出大你讲？想要赚钱？我想你三个惊着啊，还是让你无饭当吃？顶多就穷到连鬼都怕，只能靠自己才能活得像人。老板，我要卖那台破铜烂铁，你收不收啊？在威胁我吗？严打啊，林振坤！你这个疤很痛吧？痛表示还活着不是吗？把鬼变成人。是兄弟就不要提以前的事。我不配当兄弟啊，傻瓜！想知道我怎么样？阿姨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把你当兄弟，把我当什么？你以前太过分了，在我背后做过再说一次。一般人的炮炸完，我们就两清了。